花莲女中被强震震到校舍东倒西歪，墙壁塌陷，几乎所有柱子、钢筋都外露，甚至变形，连门都歪了一边。仔细看，瓷砖被震成好几块，掉满地，就连冷气也掉下来，悬在半空中。学生都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地震。受到地震吗？有啊，很大。我在上厕所，很多地方都垮，麦当劳的那个玻璃门，还有那个蓝天历史，那个墙壁整个碎掉。楼梯间严重龟裂，墙壁裂成好几条，看来随时会崩塌。就连旁边的脚踏车也倒一片，就怕发生危险，校方赶快拉起封锁线。这栋建筑物是民国79年盖的，大概现在有45年的屋龄，其实一直都很好。那今天早上地震太大了一点，所以我们的一楼的大部分的钢筋部分都严重的裸露。操场集合之后，目前所有的师生全部平安。花莲女中变危楼，附近的慈济医院也因为强震，走廊变瀑布，水不停从天花板往下流。目前花莲县政府紧急宣布停班停课，全力救灾。民视新闻综合报道。